最近想试试首次的话，可以去抽福袋喽。因为现在各大业者都推出了很多的福袋，像是 Seven 他们推出的是299可以抽玛莎拉蒂，全联则是200元有机会抽中保时捷。可是最近就有民众在讨论说，他一次买了5包，可是却发现说里面买到的几乎都是重复的内容物，这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就问到了超商店员，他透露了小撇步。闪闪发光的银白色车身，高贵典雅，保时捷跑车开来超市前，想当车主开回家购买福袋有机会。今年的话，最主要的话是抽3台车哈，那有2台 Porsche 油车电车，还有1台宾士哈。3辆车价值加起来将近900万，全联寄出福袋100元价，里面包含卫生纸、咖啡包、红包袋、饮品等等，有机会抽豪车。而超商也不逊色，同样拿出100万名车来应战。黄蓝色车身霸气外露，价值388万元的玛莎拉蒂海神直接搬来超商门市外，就是因为它是今年超商福袋最大奖。惊喜福袋500元有找，主打高实用性，不过抽福袋真的很靠手气。实际打开福袋可以看到，里面是有2包饼干、糖果以及饮料跟笔记本，还有过年少不了的红包袋。而这个序号就是我们的重头戏了，民众之后回家登录网路就可以知道自己可不可以把100万名车带回家。从平民百元价到豪华版千元价都有，同一超商主打民生牌， OK 超商则是要抢攻少女心。福袋打开，同样零食红包通通有，刮刮乐最大奖则是开出1克拉钻戒，今年过年就要闪瞎众人。我们每个百元福袋里面是袋袋有奖，那最大奖的话是1克拉的钻戒，那价值就是40万以上。金虎年不只要闪亮，抽奖也要豪迈大气。美妆卖场宝雅也推福袋，同样主打百元价，里面则是有化妆品、护肤品、香氛，另外还要抽100支 iPhone 13。每个店呢，我们都限量200个，然后我们内容物呢，其实高达1000元，然后我们内容呢，还有再加赠一个400元的一个折价券。各大通路福袋陆续开卖，但先前有民众反映买了好几个，内容物通通一样，店员也给出小撇步，到不同门市多跑几趟就能把更多元的奖品带回家。董森财经新闻张文韵杰特别报道。看盘不中断，赶快来按赞。董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来喽，快点扫 QR Code 加入，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。最及时的盘中资讯，最权威的投资分析，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，都在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。